在下北镇抚司，黄城司指挥，沈烈，不遣返。难怪看这眼神，既然认得我，就应该知道我是做什么。你在等拆多久？要枪好，懂不懂规矩？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我们黄城司抓人需要真凭实据？真是因为地界，轮着找你拆迁吗？不假思索，就别管了。 刀法在行，金贵银子收拾。你想要奉还，那我就给你。你有不敢杀你吗？我不点他，那层地狱难受。顾某此番下江南，并不是要针对你，你是故意消遣我吗？我不是刻意要消遣你啊，抓的是人和的未知线。你的底细我查过，别想骗我。 我虽然骗过很多人，但是我不想骗你。你做什么？我看了伤口啊，风雨是天涯受伤人，人不可轻。重在关键字，你选择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怕我？你倒是胆大。他这一句话，你就拿作为模范段了？别人靠不住，但是万劫不会。整个皇城司里，我最信得过的就是他。 你意思相互的那个人，他要你死，你还要去找他，知不知道？不念前因后果，只尊重之就行。